但是呢，咱也充满着一份关怀的心。是啊，今日咱会坐伫遮，是啊，咱干来看一部电影，爱来看人的面色。台湾什么心变成安尼？咱今日非常的无奈，咱无奈的是讲，身为伫中国这一个刹那，伫个厝边，唔来干来台湾，原来呢，唯有咯，原来厝边同款遭受着遐尼大的威胁甲伤害。我想，咱真关怀着咱的尊严。今日咱要看一场电影，爱看人的面色。我拄只碰到东海大学教授林生祥教授，我甲伊讲，哦，林教授，你又搁变来？伊甲讲，如果咱影院若袂当好好来看彼电影，明仔开始，真有可能咱旁边放一个屁，都有人会甲咱讲伊无欢喜啦。所以咱影院咧，是抱着这么复杂的心情来观看着这部电影吼。要甲各位讲。这部电影的主办单位是这个大台中的民主促进会以及的大千广播电台，两个协办单位是林家良研究办公室伊甲小弟所主持的台中市新闻来协会。我想首先呢，请大家用一个仪式，咱大家徛用一分钟来静默，这个静默呢来代表咱的悲哀，来代表母爱，嘛代表祈祷。默哀是啥物？默哀是讲，世界的民主人权竞争到这个时阵啊，竟然要有人来用吞打打压。更加悲哀的是讲，竟然有一个国民党政府帮忙万恶的中国政权，把爱诺贝尔用钉啊钉伫十字架面顶。诺贝尔是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两遍的提名人。咱要祈祷的。是讲这款的代志，这款悲惨的代志，希望早日过去。以后咧，卖伫世界各地发生。咱更加祈祷咱台湾咧，会当行用一个空中的大道，摆脱着中国的这个威胁甲恐吓。而且咧，嘛为土币为维吾尔咧来祈祷，希望咧，大家人会当早日咧共同行出中国的阴影。所以，现在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咱用静默一分钟的仪式来净化咱的心灵，然后来欣赏这一片。咱这个静默一分钟开始，吼。静默闭，哈，请大家就坐，多谢大家配合，哈。我想咱音乐咧，